务周围咁放传单，破坏捣乱。而家成个上海下硬都游击队，专门同我哋皇军作对。你身为一个特务课长，你究竟做到啲乜嘢？报告司令，我哋已经得到情报，最近指挥上海间谍工作系中国有名嘅88号，手段好厉害，故此哦，所以就冇办法捉到佢系嘛？岂有此理！我讲你听啦，已经派咗川岛芳子嚟上海，你要听佢指挥。川岛芳子曾经受过皇军嘅严格训练，对皇军有好大嘅功劳。呢趟由佢领导，我相信88号一定飞唔甩，上海嘅反动分子彻底会消灭。你将我情报搞错咗啦！你嘅情报？系啊，我已经到咗上海两日啦。因为我哋嘅行动就系要神出鬼没嘅。我俾你嘅情报就系叫你注意天宫舞台，因为嗰度有人派传单。我唔系叫你捉人啦。咁你而家打草惊蛇，试问你点捉得到个88号啊？系嘅，系嘅。不过我头先捉到呢个人呢，喺天宫舞台派传单，嫌疑最大嘅噃。呢个可能就系88号。系。咧，我带佢入嚟。记得起的，我同你同学嗰阵，都系一个细路女啫。啊，记得，你系金碧辉啊嘛。而家你咁样装扮，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噃。我冇变到，不过呢个时代已经变咗啦噃。阿野先照读，你根据咩理由话佢系一个嫌疑犯呢？系，因为佢嘅团员啊。携带有反动的传单，同时他公演的戏咧《还我山河》是有煽动性的，所以我就所以你就嫌疑佢是88号系咪？系啦系啦，88号是咩嚟噶？金碧辉小姐，我哋嘅团员的行动，我又点可以完全负晒责任呢？讲到我做好似《还我山河》，你真系历史戏嚟嘅，亦经已申请许可我先做。如果咁都系有罪嘅，就要请教野村少佐你啦。系咯，野村少佐，钟先生系日本嘅留学生，系我同学，佢嘅根底我知道好清楚。我以为冇真凭实据啦，唔能够咁乱拉人嘅。我主张你向阿钟生道个歉。咁啊不必，边个唔会做错事个呢？嗱，就算我哋喺台上做戏嗰阵时候，都会唱错曲嘅啫。阿博雄啊！咁我代我个部下向你道个歉啦，野村少佐，你而家即刻同我预备一架车。好，慢通，预备车啊，车啊，送你翻去啦。点好意思啊，野村少佐，我可以走得啦嘛？走啊，走啊，走得啦。果然不可一世奇女子，你博长张眼嚟睇佢啦。呢次好彩碰到你啊，我个伙计呢？俾翻啲木链俾野村啦，啲人就会放佢噶啦。喺边度住啊？天宫舞台。唔翻我屋企坐下先啦，唔见咁耐啦。嚟。
酒红知己千杯少，同你再干一杯。我唔能够再饮噶啦。睇下你几冇用啦、啊！几年唔见你，一样系好似喺学校咁傻戆嘅。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喺学校啊？你电影将一封情书塞入我书包度，后来就连起三日都唔敢翻学添啊！记唔记得啊？你啊？过往我系傻傻地嘅。咁你而家仲傻唔傻啫？面红红咁，你呢几年做啲咩事？你话俾我听，去边度学到野镬上身啫？而家时间都唔早噶啦，我先走先啦。我要你送我上楼，等我瞓落床，你慢慢先快啲企，唔仲好？而家你系咪做戏啫？做戏？世界不过系一个舞台。男二都是演员啫，我就希望我能够多做一些我喜欢做的戏啦。唉，我都好热醉咁，你扶我上楼。你话阿妹跟咗我好几年噶啦，佢好知得我意思嘅，咁我就系贪佢眼，唔会泄露咗我嘅秘密啊嘛，因为我好中意佢嘅。哎呀，我真系醉啦，我唔行得啦，你抱我上去。最中意嘅啦，你打烂咗我嘅，你真系唔小心嘅啫，真系对唔住啊！我听日买个仲靓啲嘅送翻嚟俾你，我走啦吓。送佛送到西啊嘛，我都未瞓入眼，你抱我翻入去。好啦，扶你入去啦。我要抱。走啦，听日送翻我花樽俾你啊！花樽都幾靚。
苦碗嚟嘅噃。你同我翻去多谢钟先生啦。啊，好好好。啊，系啦，听日系我嘅生日，我已经使人派咗份请帖俾钟生噶啦。不过你最紧要翻去睇提佢，叫佢无论如何要嚟参加我嘅宴会喎。啊，好，系我请啦，千岛小姐。江田司令，啊，川岛小姐，你着一套军装，成个标准军人，威风凛凛。你一换咗一套便服，成个可爱嘅小姐，你睇见几雍容华贵。呢啲你过奖嘅啫，好啊。你天分真系高，你睇。件衫都會揀嚇，真係點解你揀得咁幼滑嘅啫？你啲衫料啊，真係幼滑。你摸下呢度仲幼滑啊？係咩？哎呀，我成個老粗，我最中意開門見山噶啦！你真係啱我口味。飲茶。阿雪啊，你拎翻個花樽上樓，執翻琴晚打爛嗰個位置啊嚇，執翻啲花落去。咦？我買咗個新花樽啦，幾靚喎嚇！你係咪想摸下啫？咁你真係當我上咗鋪摸人啫？啊，唔好講咁多笑話啦！我今日嚟同你商量件正式嘅公事，我已經通知咗野村，叫佢嚟呢度開會，因為我覺得喺呢度開會咧比較秘密啲嘅。呢件事鐘頭內咧，將軍火用軍用火車送到前方。講好，好。阿川島小姐，關於呢件秘密嘅任務啊，會唔會有咩意外事件發生？我睇呢次都唔應該有意外發生噶嘞噃。不過呢件事係我哋三個人知道，絕對秘密嘅，我睇唔會有意外嘅。過去有好幾趟軍火列車都俾中國嘅特務炸咗，呢一趟要絕對秘密。決定喺客車開行嘅時間，開出呢趟軍火列車嚟掩飾敵人嘅耳目，準今晚9:30開車。而家隊中。好，我而家即刻翻去準備。呢趟由阿野村負責去辦呢件事，我睇一定唔會撞板啩。我睇都唔會噶啦。咁啦，司令。點咧？不如你將嗰張通行證交俾我，到時由我執行咪好咯。都好都好，橫掂我哋又冇第四個知道嘅，絕對機密嘅。我有法子要你講，嚟拉佢出去灌水。等陣，呢個人啊，死硬頸，點佢都唔肯講。俾張凳佢坐下先。搭張凳俾佢。等我嚟審佢。喂，你斟杯水俾佢飲下先。斟杯水俾佢啦。
呢杯水可以减少你好多痛苦噶。你饮咗佢啦。对付佢至得。用女色嚟引诱我，都冇方法能够引到我个口供嘅。呢个人一啲台鬼你都唔识，喂，你哋再打我佢，打到现为止。记住咯，咩事啊？古董店嘅同志已经牺牲喺敌人手上啦，我知道呢啲系川岛芳子嘅毒手。川岛芳子？系。若果有机会嘅，我杀咗我同志嚟报仇嘅。你唔使咁冲动，我哋为咗顾全大局，必须要冷静啲，利用我哋嘅理智嚟同敌人周旋。我知道你以前系爱过川岛芳子啊，所以我要利用芳子对你嘅感情，但系你会唔会爱上佢呢？哦，你唔使辩护啦，我知道你有坚强嘅意志，唔会受敌人利用。而家系有个新嘅任务要你去做。今晚方子请饮，你系宾，我命令你喺日本司令官江田嘅公事包里头攞件重要文件翻嚟。咁佢点会话带埋啲重要文件嚟参加宴会呢？唉，呢啲自然其中有道理嘅。啊！現在時間啱啦，江田已經到咗啦。阿江田司令，你真係好守時間嘅啫。哦，啱啱開完會，我想話翻去休息噶啦。點知行到附近，聽到啲反動分子喺度暴動，咁我直不嚟你呢度啫嘛。你個公事包除咗有重要文件之外，仲有咩禮物帶嚟送俾我呢？我嘅公事包咧，禮物就冇啦。不過有有華中進軍作戰計劃書係咪咧？真係聰明，乜嘢都啱唔到你川島芳子嘅美麗眼睛，哈近近。你啲文件咁重要。你的公事包暂时交给我保管啦。如果你信唔过，你就揽实佢啦。横掂我都唔想负咁大责任。总部都咁相信你，唔通我会唔相信你？哦，我交俾你保管啊，你小心吧啊！我保险夹埋嘅自动号码就系9139。我是告诉你一个人知的，你记住了，9139。9139，那你记住这个号码，他皮包呢就放在保险夹万里面。现在我教你怎样做。你哋两家倾得五头肌，有咩收获啊？钟先生系咪嫌呢个警察局长职位太低咧？乜你揾啲咁嘅嘢讲啊？我都唔做办官嘅，恐怕我冇咁嘅能力咧。钟生你啊太客气，关于钟生嘅资历啊，川岛小姐已经对我讲得好详细，我相当清楚。但系对于钟先生今晚嘅行动同埋思想，我就唔敢担保啦。咁你又开钟生嘅玩笑啦？对于川岛小姐嘅眼中，咧边个唔受思疑嘅？或者我对你又另眼相看咧？如果唔系嘅，我哋呢班客人之中又边度会有你啫？咁样就表示我对我嘅老同学
一切嘅行動都了解啦。多謝多謝。咦？哦，咪嬲我啊？唔會，或者我飲酒飲得太多，所以個面色難睇啲，故此你以為我嬲你啫。哎呀，佢真係醉啦！唔啱上去樓，唞一陣先啦。我睇我揾架車送佢翻嚟玩啦。飲醉酒唔吹得風嘅，有得佢上去唞一陣，等佢考慮一下你呢個問題，答覆你咪仲好。都好吧，係啊。好啦，我同你上去啦。方明司令，对唔住啊，失陪啊。唔紧要，唔紧要。我饮得太多啦。有啲人饮醉酒好大胆噶噃，你有冇咁嘅勇气啫？我。我唔會醉得咁厲害。有啲人醉到啊，連嚟呢度做咩嘅都唔記得咗啊！依間房除咗你之外啊，我唔會俾第二個人入嚟噶。方，你係咪好醉啫？我同你除對鞋啦。唔使。我唞一阵就冇事菌噶啦。哦，咁你唞一阵啦。我而家落去招呼人客。嗱，十分钟到我上嚟噶啦，吓。
啊，瞓着啊？瞌咗阵。嗯？你个心跳得咁犀利，系咪正话发咗一场惊险嘅梦咧？呢次你估错咗啦。或者啦。方子，我该走啦。咪住，我斟杯冻水俾你饮下，等你个心静啲先扯啦。我个心都唔知几定，你太过自作聪明啦。我对你一片真心，我希望你能够忠实啲对我噃。我冇对你唔忠实啦。咁你头先喺呢度做过啲咩事啊？你话俾我听啊。我讲啊。我确实冇做过咩事啊。哎呀，喺空中飞紧只雀我都打得中，唔通我打唔到你？你过嚟。企住。身仔大高手啊！仲要练转面啊！呢件衫唔错噃吓，朋友送俾我嘅，系纪念品嚟。你都几识讲说话。假如你唔系咁讲，你方子我要咗你噶。呢啲咁嘅豆泥嘢，川岛方子小姐唔会要到嘅。有几时啲豆泥嘢咧，佢价值仲高噃。打开俾我睇。原来你真系88号啊！我唔明白你讲咩。你唔使赞礼，你就系中国著名嘅间谍88号。你太过神经过敏。唔系你点会抢我支枪啊？哼，我为咗要自卫，唔想受你嘅威胁嚟将我冤枉。我知道，若果落在你哋嘅手上咧，我就有口难言噶啦。你而家想点啊？我想搏，等我走咗之后咧，有人救你噶啦。哼，你咁样想法想得太危险噃。喂，海面上嘅鱼我都打得到啦，我会开枪噶。你呢枪冇子弹噶，蠢仔！我平时都大意噶，点知你仲大意过我？你嘅技能都唔错，普通人都冇你咁机警。照你头先抢我支枪嘅技术咧，我要断定你系受过特别训练。呢啲系我平时做戏嘅经验，唔算得奇。哦，你同我做戏啫咩？我都系同你做戏嘅咋，我之前都唔算错啩。乜你同我讲笑嘅啫咩？咪吓到我惊啊！真系。做咩？啊，川岛小姐，下边咁多人客，点解唔落去招呼下？哦，阿火红教我做戏啫嘛，怪得搞到咁闹搞啦。啊，钟生，你而家冇罪啊嘛，冇乜事啦。咁你可以翻去休息吓。川岛小姐，我可以走得嘛？走得啦。你个烟盒袋好未啊？袋好啦。阿雪啊，你落去揾人洗车送阿钟生翻去。你睇中呢个人靠唔靠得住啊？你觉得佢靠唔住咩？咪照野村调查嘅报告咧，就话火车出事嗰日啊，佢曾经去过古董店借咗把宝剑噃。野村嘅情报未必可靠嘅。唔照你咁讲，你好唔信啊野村噶噃？不过中山嘅行动，我绝对可以担保噃。哦，你可以担保，咁我哋就放心啦。我都夠鐘啦噃，我要扯啦，我攞翻個公事包先。你喺邊度攞啊？啊，今晚啊嘛，都暗晚我又知道嘅，唔使勞動你嚇。你跟住我嚟啦。你去邊啊？
咦？你咪话等喺夹万嚟嘅？保险夹万未必一定可靠嘅。呢度啊，冇乜人注意啊，比较安全一啲。保险夹万里头嗰个系假嘅啫。你就我哋皇军嘅保险夹万吓。哎，你走啦，你走啦。再见。再见。火仔好噶，喂，我哋大家一齐喺公平里十号集合噶噃。带你翻去嚟边个？啊，春秋小姐，原来系你啊！系咁多啦，系咁多。嗯。先生，入边先生，我系好人嚟噶，我冤枉噶咋。哦，你就系梁文丽啊？梁文丽。我知道。
受咗反共分子嘅利用，系咪咧？系啊，系啊。武器节，大佬，我有老婆仔女噶嘛？日本先生，我一家大计都支持我噶。哦，原来就系咁啊嘛。喂，系，系咪带你哋出？带你出。你留低住。喂，如果你出卖我哋咧，哎呀，你留低住。日本先生，我好人嚟噶，日本先生。好朋友，你唔使惊。如果你将你嘅主老人讲俾我听系边个咧，我可以释放你，仲有一笔奖金俾你添。咩叫主老啊？主老人即系指挥你哋做嘢嗰个就系主老人啦。有本事真，我真系乜嘢都唔知道噶，我一发誓乜嘢都唔知道噶。不过咧，就今晚咧，佢就叫我扮乞衣啦。咁就等喺个巷口嗰度咯噃，咁啊有一个人行过，就俾个烟头我，就叫我拎咗个烟头咧，咧俾头先你哋打晕佢嗰个人咧，咧头先嗰日我俾咗佢噶啦，咁后来咧佢哋叫我做公平里十号，就攞咗一笔钱，咁其他嘅嘢我乜嘢都唔知噶啦，乜嘢都唔知噶，俾烟头你嗰个系边个嚟啫？好似冇嚟过，你认识佢唔认识佢啊？未见过噶，混账！见过，有一次见过，就喺灯光底下咧，咁睇唔清楚啊！好高噶系咪啊？唔系矮噶，咁你见到佢认唔认得啊？或者啦，嗱你睇过，认清楚啲，又好似系，唔系噃？喂，认清楚啲噃，唔系你冇命噃啊！系啦嘛，系啦，咁就中国红系间谍啦。呢次川岛芳子爱莫能助啦啩，好，等我亲自捉佢得。喂，日本先生，你又俾奖金佢攞？奖金去啦。点啊？除咗我，公平里十号嘅同事冚唪唥俾佢拉咗去。我啱啱翻迟一步，睇见佢哋俾佢绑咗上。嗰啲文件咧，连送文件嗰个同志都俾佢拉埋去。你而家有危险噶，在半点钟内我派车嚟接你，用个电筒做暗号。若果我走埋，咪仲弊？你唔走唔得，因为俾佢拉住嘅同志咧，多数系新嘅，恐防佢抵受唔起嗰啲毒刑，连你都供埋出嚟。呢趟我哋嘅失败真系奇怪啦，又系失败喺川岛芳子嘅手上啦。我一定要亲手杀咗佢。我哋嘅牺牲系有代价嘅，你唔使感情冲动。我等阵派车嚟接你，你翻嚟咧，闩门啦。你清楚咗，前面架车有灯号，唔知系咩喎？你咁多啦，一定系奸细拉埋佢啦！咦，检查站，点做？停车！
你个通行证系咪高级军官噶？嗯。系咪假噶？嗯。嗰班饭桶一啲都睇唔到。嗯。你个任务系咪送我嚟呢度啊？博雄，到呢个时候你仲想住你支手枪咩？嗱，你支手枪喺我度啦。呢个地方咁幽静，唔通你唔想享受下咩？你使乜睇住我啫？嗱，咁你明白噶啦。原来系你嚟，你啲手段都算阴险啊！咁你又够太过唔近人情咯。假如我手段阴险嘅，我老早就拉咗你去坐监啦。你一切嘅行动。你唔瞒得过我噶，我有咩行动啊？炸火车、偷秘密文件，你以为我唔知啊？你有咩凭据啊？我话俾你听啦，我个保险夹门对面同咗一架自动摄影机嘅，出去睇。点解当时你唔捉我呢？呢啲我自己都觉得奇怪，或者我系唔舍得你啦，唔系我点会毒死古董店嘅老板林别咗啫？你送俾我个花樽，我老早就知道有一架收音机喺度噶啦，知道咩？不过我你想点啊？我想你俾一种代价俾我啫。乜嘢嘅代价？一个女人得唔到精神上嘅安慰。你会需要咩呢？我请你无谓妄想啦，我话俾你听啦。对于人格与生命不能共存嘅时候，我当然选择人格。哈，笑咩啊？我问你啊，人格同埋任务，你选择边一样啊？你唔配问。我对你一片真心，做咩你对我咁鄙视啊？你虽然唔捉我啊。但是死在你手上成千成万的字，这笔的血债一定要你清偿的，我不会因为你的感情把我念头消灭晒。你以为我好喜欢杀人的吗？我的心肝五傻跟你同平常人有什么分别啫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？你想知道吗？俾口烟我，俾口烟抵我啊！火呢？
我本来就是满洲人，我父亲就是旗族的族亲，后来他死了之后就由日本特务川岛将我抚养，怎知到了19岁那年，有一晚狂风暴雨，他就糟蹋了我。我经过这次打击，我很愤恨，我再不重视贞操和生命，慢慢我就踏上了政治舞台了。 很多大人物都跟我有过来往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够令到我满意的，是只有你。你把情感或者特殊一点，你的遭遇和现在所做的事情不是等于跟敌人服务。如果我不跟敌人来往，我更寂寞，因为我没有国籍，没有家庭，我要从残忍里面找寻刺激。但是自从见了你之后，唉，我们不要讲这些了，我们来讲一下交易更好啦。如果我将啲文件交给你，你可以出得咩嘅代价呢？你要咩呀？在呢三日内，我要你嘅情感要受我指挥。情感啊，不能勉强啊，勉强啊冇意思嘅。有几时勉强嚟得仲有味道噶？我生日就有三日假期，不如我哋嚟试下呢笔交易好嘛？你都唔曉嘅咩？唔得，啲文件仲喺你手上嚟，若果你唔俾我，有咩保障呢？我几次放过你，呢啲仲唔算系保障咩？不过在于呢个交易嘅期间内，你唔能够满足得我到嘅咧，我可能唔守约嘅噃。你要知道，交易就有范围嘅，但系爱情不能够勉强啊！蠢仔，
真系对唔住啦。你睇下，流咁多血添，边个叫你咁野蛮呢？我手嘅伤痕你又睇到啫，你俾我内心嘅伤痕你点睇到啫？你去架车度攞啲药俾我啦。好啦，我攞啲药俾你啦。你话全部一人唔对手，任务一日都未完。唉，为咗国家，唯有做假情假意，同佢周旋你咧。老头，嗱，俾一件衫你啦，我哋听日都翻上海。喂，咁你话俾啲文件我？成日你都挂住啲文件喺你个袋度啦。呢啲就系你以前偷影嘅文件啦，而家都算物归原主啦。好啦。现在终于得到了，但是为什么这处搞成这样呢？现在剧团的同志大部分被他拉下去，可能会被他惨杀。你必要时答应江田出任警察局长，同时找川岛芳子商量下救出剧团的同志。咩事啫？哼，乜嘢事？而家天宫舞台俾你哋封咗，我个剧团嘅团员完全俾你哋拉晒，到底要犯咩罪咧？你坐低，我讲俾你听啦。替中国做间谍，
破坏皇军嘅纪律，呢罪名仲唔重咩？我唔系吓你啊！假如佢哋挨唔住吊飞机、换水嗰种痛苦啊，就会供埋你出嚟噶啦！你嘅生命就立即会发生危险，到其时我都冇办法救你噶噃。你都知道我真心爱你噶啦，而家摆喺你面前嘅只有一条路，就系要你即刻脱离中国嘅间谍组织，投身入新政府，接受上海市警察局长嘅职位，同时仲要将你嘅机关全部散。如果咁样，我宁愿死嘅啫。就重于泰山，轻于鸿毛。你一个人死，几十个团员同埋你一齐死噶噃。阿国雄，你系读过书嘅人噃，你自然会分开边头利边头害噶啦。好。我接受你的意见，我决定去做这个警察局长。这一趟都算你识时务。那我剧团的团员又怎样啊？你放心啦，我自然有办法搞定他的了。你回去先吧。都未得我的命令，他就胡乱拉人，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计划完全被他破坏了。而且得你既然證明中國紅武離開過幾日啦，咁即係野村嘅情報有錯啦。不過錯誤係佢嘅習慣。我費咗一番唇舌，只得阿鐘先生肯出任呢個警察局長嘅職位。而家俾佢亂咁搞，算點得㗎？假如我唔係俾面你啦，我老早我就報告俾上頭，調佢翻去等佢再受多幾年訓練㗎啦。多謝你俾面啊！上头嗰度啊，劳烦你讲多几句好说话。其他一切咧由我负责解决。我而家打电话俾野村，叫佢即刻放人啊！喂，同我搭野村少佐。喂，野村啊，你将剧团嘅人喊冷释放。吓？放人？哦，好，马上同我办妥。你听到嘅？中國紅嗰度咧，我就即刻會俾張警察局長嘅委任狀俾佢。係啊，我有件嘢想交託俾你。而家華中嘅戰事已經展開，上頭叫我前線視察。我睇呢件作戰嘅計劃書一定要交俾你，希望你小心同我保管啊。你是我心腹，不是我就绑起你的了，以后不准你鬼鬼祟祟啊，回去吧。国雄现在做了伪政府的警察局长，估不到他这个人这么利欲熏心啊。如果我们不走呢，恐怕他一定对我们有不利的了。害一个人呢，啲人口面不知心。如果唔好讲呢啲啊，我哋一班人嘅生命现在喺佢手上，我哋而家唔扯仲喺度做咩啊？系啊，我哋唔扯喺度做咩啫？走啦，不如走啦，走啦。想演戲了咩？鐘局長，
我哋大家都要翻鄉下。佢哋個個都誤會我出賣佢哋，唔止佢哋誤會你啊，連我都誤會埋。嚇！我千辛萬苦先至攞得啲秘密嘅文件，可惜就係假嘅。假嘅？我上當，我希望你係上當，唔係你呃我哋。我點都唔會呃你哋嘅。為著表白你自己，你就要從江田手上攞到啲真實嘅文件過嚟。但是江田已经去了前线了，文件是交给川岛芳子手上，看你用什么办法拿到那些文件过来，然后要达成你的任务。我们地下联络站要立即搬迁，你要准备，还有你特别当心的野村少佐。紧要嘅，呢次系我一生以来最痛快嘅事干。呢前两日江田司令翻嚟咧，我就可以出这啖气啦。咁呢件事会唔会俾川岛芳子知道啊？川岛芳子就算知道都无能为力啦，因为呢个姓钟嘅咧，证据确凿噶啦。咁就好啦。
我讲呢个消息俾你听，实在冇好大嘅危险，因为只有你哋可以救得钟国雄嘅啫。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？我知道你会怀疑我，但我坦白告诉你听，我不是日本人，我在野村工作呢是有特殊的任务的。哦，原来你又是中国间谍啊？不过我和你的情形是不同，我是为了国家的自由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假意和敌人亲善，那你明白我呢？你就是88号啊？我不是，不过我接受他的命。那到底88号是谁啊？其实我都不知道的，不过我时同他秘密通讯。嗱，呢就是他给我的命令。那你现在相信我呢？我希望你依照我的办法这样去做。依你的办法怎样啊？你讲吧。我还有什么好讲的？你的行踪你猜我不知道了。你今天下午去见川岛芳子，什么目的呢？讲吧。我是要你讲。等我来讲啦。你的秘书山田小姐已经将她的身份和特别的任务吓请你原谅我，我在任务上虽然欺骗了你，但是我对你的爱情是真的。真的快梦都估不到。知你面前将呢件事我拆穿，结果会变成点？博雄对于我的影响，山田对于你的妨害，试问哪样比较严重啊？两败俱伤，大家都占不到几多便宜嘅啫。同归于尽，你同我都是彻底的。你是将山田秋子的秘密来交换那个姓钟的呢？这样对于你还有利。你今晚你都算好彩遇到我，问你都几论尽啊。跟着你野村，你爱我，我更加爱你，但是我有我的任务，我要接受上头的命令，所以才会这样做的。你应该原谅我。哼，你害死我，你害死我了。
我冇全心害你。拉住野村，呢次系我有生以来最大嘅打击。拉住你，野村，我竟然有咗新机啦！我真系后悔啦，我而家要死啦！拜托你了，秋子。秋子，啊，秋子，秋子。你都应承过我话脱离中国间谍组织噶啦，点知你而家又暗中同佢哋来往，真系自寻死路啊你！我不过去将我以前嘅手尾就交代清楚啫嘛。你唔使強辯，喂，川島小姐啊，當年司令喺前線打電話翻嚟，話喺你保管嗰個華中作戰計劃書嘅秘密洩漏咗，叫你查下點解喎。邊度有偷到你的文件呢？而且你以前俾我嗰啲都係假嘅。哦，所以你就要將我份真嘅偷咗去係嘛？你要知道噃，呢件事非常之嚴重嘅。假如我揾唔到呢份真嘅文件，除咗死之外，我就唯有跟你走。我的確係冇偷到你噶嘛。冇，呢度除咗你之外，冇人可以自由出入嘅。咁唔係你仲有邊個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贪田秋子已经自杀了，你们没法子威胁我了。你现在想来报仇是吗？哼，等你们两个揽住一起死。好啦，那就问题可以结束了。来，在江田司令面前宣布你们的罪状，等你死得眼闭。喂，我是野村。哦，江田司令啊。哦，严重问题啊。哦，我喺度等你。系，我呢度仲有一件严重问题要等你翻嚟解决噶嘛。啊，哦。司令提早翻嚟，一切事情都易于解决啦。川岛小姐。估唔到呢次不學無術嘅野村得到一次意外嘅成功啦！佢話：我可以坐低嘛？你現在仲係我嘅上司，依間屋嘅主人，請坐。坐。阿鐘局長，一樣請坐。今日我覺得好榮幸。在你兩位面前大顯身手，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川島芳子，一個是中國間諜八十八紅。大哥走，我是命令野村少佐的，聽不聽見？
你系边个？我系你要揾嘅88号，你死得眼闭未？88号。雪梅，原来是你，唔怪得我啲重要文件俾人偷咗去啦，真系对唔住啦，川岛小姐，为咗国家民族，我冇法子唔咁样做啫。我知道，我系为咗国雄，只有苟到今日。你咪以为我失败喺你手上喎？照目前嚟计，如果我唔系为咗国雄嘅，你亦都唔使方能够踏得出我门口半步啊！多谢你，川岛小姐。呢度嘅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啦。黄氏弟兄好，你要听我嘅命令。系。在30分钟之内，我哋要赶到杨树铺，嗰度自然会有人接应我哋嘅。系。我哋去。可唔可以同埋我一齐走啫？你迟一步。咦，过年嚟啦！咪嗰度走啦。点解咁论准？我哋作战嘅计划都会泄漏咗出去，我一到前线咧就俾人包围攻击。吓？边个泄漏我哋嘅秘密？泄漏秘密嘅人，我已经解决咗啦。咦？哦，野村？唔系野村，系山田秋子。哦，山田秋子系嘛？唔怪得我喺前线得到嘅情报话山田秋子唔系我哋日本人。山田秋子嘅畏罪自杀咗啦。哦。野村佢想作反，我为咗你嘅安全，所以我就杀咗佢先。唔怪得响电话讲嘅说话连声音都变咗。啊，川岛小姐，有咗你，我哋皇军可以安枕无忧。好，我将所有一切经过嘅情形报告俾总司令部。再见。
幫主。有冇嘢交代我同你做嘅？冇啊！食煙咪？以前我总唔肯点火俾你食烟嘅，唔使惊嘅，人生本来有一个梦。博浩，我并唔系怕死，我早就已经预料到有今日嘅收场噶啦。今日有你喺我身边，我仲有咩唔满足啫？记唔记得以前你俾我嘅爱情系假嘅，但系我俾你嘅文件亦系假噶。记得，尤其是你唱过嗰啲歌，我永远都唔会忘记。报告，系千岛芳子。榜介绍，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，仲快啲入嚟睇！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，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。